家取不来的，只有我自己搞得出来。不管去哪里学都没有，人家搞不了这个效果的。对啊。他们那些搞不了。那肯定要技术啊。哦，还是秘密啊。都有哦。我想教。看客人。一般嘛。当然上次我教那个就学了一个礼拜。35个一份，卖多少份？100多份两个。6个。100多份。一两百份。今天算人少了，平常很多人排队的，夏天雨的。今天可能下雨吧。对呀、啊。买一个可以吗？一个。卖给我们呢？啊、我们吃，建工路好不容易来一次，但是很多东西想吃的。那你就拿三个呗，8块钱。嗯，好啊，好啊，可以啊。太爽了。来，看这个。来个不好意思。不是，没有。是多少块？15块。6个，有辣椒吗？有，可以加。我那个辣椒很香的，也是自己做的。是自己做的吗？有三个多少钱了吗？15块6个。我们拼单。都是什么馅的？三爪跟面一起也是。榴莲是吧？哎，毛没有了。丝毛没有了。毛在等。毛的话再下一块。嗯。多少天呗？那还有5、6分钟啊。6分钟。想要一个生蚝吗？那个帅哥的吗？在那边打包啊。看。你发抖音了，这小红书。来，抖音啊！有多少万粉丝？我们是全平台的。有万粉丝啊？粉丝不多。你那个多少钱？4000多。手机拍的不好看吗？没有的了。叫什么网名？等我进去给你点赞。啊？啊、你抖音叫什么名字？一会儿给你，待会儿给你。哎呦，要不你给他，我接着看一下。我都有1万多粉丝。你有1万多天？我都没空看他们那个人又不多，我这个人很多的。我要是卖课程，我卖的多的。
它会升起来有点薄荷。好香吗？好香啊。你没买过野香的吗？没有。下次你吃到人家就懂了，味道不一样的。嗯。那你运气好。真的啊。就是一吃就吃到最好吃的了。对，你要吃到别人的那种。那么有自信吗？是真的，不信你试试。那边也有两三家，他们卖不了多少。在下面一般都会排队的。那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实创。是你们自创的吗？还是学的？什么？你们学的还是自己？自创的啊，学的，你不会像你什么？不会长来了那种，然后他们也不脆了，皮也不脆，我这个很脆的。你要我干？打包还是这样吃？